等等接上外婆，我先送你回家，我想去医院看一下。医院怎么了？临床试验还在观察期，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我去一下。那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啊。也好。其实现在本市的确诊人数还没有那么多，我觉得医院只要做好病区隔离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，你不要太担心了啊。嗯，青易，你这小孩不是买了回家过年的机票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啊，我临时决定不回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打算在实验室度过属于我的布尔金诺之秋。布尔金诺之秋？就是有一年，普希金去布尔金诺办事，结果正好碰上了瘟疫，整个村子都疯了。他在那里被困了三个月，结果灵感爆发，写了四个剧本，30几首诗，一部半小说，人称布尔金诺之秋。反正这个春节我肯定是要创造力大爆发的，没准你们下次再见到我就不是这个样子了。青易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吧？武汉封城了，我回不去了。